我捡了一个女孩，让她住我家，没想到兄弟们，哎呦，我起真早呢，玩啊！我寻思今天早饭吃。哎呀，这你做的啊，这手艺不错啊！家里就剩这些菜了，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。那我可不客气了啊！哎，吃饱了，你这手艺真不错啊！那个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啊，你自己在家待着能行不？行。行，然后你自己别瞎跑啊！你好，面试的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坐。哎。之前有做过吗？啊，之前那个当过老板，然后那个做过管理层。那怎么想的？行行，那我问一下，咱那个学、最高学历是多少？我是那个中专，是技校呗。啊，对。蓝翔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当地的技校。行啊，简历带了吗？啊，带了带了。行，那你一会儿把简历给我，然后回去等信儿就行。哎，好嘞。你干啥呢？院里回来了啊！我看院里草太多了，帮除除草。哎，不用你干。你饿不？给你做饭去。你回来，你会喝酒不？会喝一点。那我买点吃的，买点酒，你陪我喝点啊。好。妹儿，他们不用哥，是他们损失，你知道不？来，跟哥走一个。这杯我敬你，谢谢你照顾我。这丫头还知道感恩。哎呦，慢点喝，这傻丫头。哎，